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之前多方消息都说，利物浦已经和达云纽尼斯就个人条款达成全面协议，双方将签约五年。据哥伦比亚记者透露，来自乌拉圭的消息话俾佢听，达云纽尼斯已经优先考虑接受利物浦的邀约。纽尼斯本人甚至已经同红军主帅高普亲自倾过。利物浦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同奔飞加就纽尼斯的转会展开谈判，但双方尚未完成转会交易。纽尼斯现年22岁，乌拉圭籍前锋，这个赛季代表奔飞加出战41场，入了34球，有4个助攻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